2023年1月25号，星期三。选择今天开播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子，记录平常平平常常的生活。这个老人家是我妈，属牛的，今年已经86了。他是个有故事的老人。这个好吧？这个是男士啊，男士的。这个男士的8块钱。这个8块钱这有点薄吧，太薄了吧，我都觉得那个好，那个3块钱你看像毛巾似的。妈你买一条呗，这个这个你看这个厚的多好，你不是喜欢要散腿的吗？啊，你不是喜欢要散腿？这10块钱，进里边看看，里边可能还有更好的。搁哪儿走啊？